雨柔出生时，我就想定下这门亲事了，因为当时徐奶奶便觉得你跟雨柔日后能成为一家人。不过现在倒也不晚，你放心，以后你跟雨柔结婚，雨柔若是任性，你大可告诉徐奶奶，徐奶奶跟你站一边。徐奶奶，这个你就多虑了，雨柔姐怎么可能会任性啊？她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，跟我三哥结婚后一定会加倍理解我三哥，当个贤内助的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哼，有有有，绝对有。三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爷爷，改天我领他上门拜见您。战庭山这话一落，全场倏地寂静。战耀在他说完，苍老的面庞便狠狠地抖了抖。他就说这小子不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同意吧，果然是。梁雨柔脸上嫣然的笑霎时被苍白覆盖，全身克制不住的发凉，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一猛地抓紧了裙子。三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领回来拜见爷爷？你的三嫂。三嫂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三哥，什么三嫂？我三嫂不在这儿吗？雨柔姐。别胡说，坏了你雨柔姐的名声。庭深，你梁叔梁婶和徐奶奶都在。就是因为梁叔梁婶和徐奶奶在，我才选择这个时候说。几位长辈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对我的婚姻大事想必也十分关心。现在我终于有了想娶的人，心里高兴，加上梁叔梁婶和徐奶奶都在，忍不住就说出来了。我想梁叔梁婶和徐奶奶知道这个消息也会替我高兴。既然能让大家所有人高兴，我哪有不说出来的道理。战耀瞪着战庭深，眼角都瞪红了，还他心里高兴，还所有人高兴，也不看看在场的人除了他谁脸上写着高兴两个字。他想的是，他就算不同意，他也不会直接说出来，至多在他跟梁雨柔结婚这件事上不松口。哪里想到他竟然是什么也不顾。庭深，你唬谁呢？你有交往的对象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庭深啊，你是不是对雨柔有什么不满的地方？或者是徐奶奶说了什么惹你不高兴了？徐奶奶，您一直是我尊敬的长辈。那就是雨柔。庭深啊，你若是对雨柔有不满的，你跟徐奶奶说，徐奶奶让雨柔改。徐佩玲是真的希望战庭深和梁雨柔能成，一来战庭深足够优秀，两家的情分深厚，梁雨柔嫁进战家，婆媳不和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二来，梁家到梁雨柔这辈儿就只有梁雨柔一个孩子，又是个女孩，梁家这么大的家业，她独自撑起来势必不会轻松，战庭深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梁家和战家是世交，这样的情分实属难得，我希望两家能够一直保持这份难得的感情。日后雨柔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不会推辞，这是我对梁家的承诺。战庭深话说到这份上，俨然是一副坚决不会娶梁雨柔的模样。徐佩玲双眼一时发红，佝偻的身躯又似经历了重大打击般消沉了下去。梁父梁母的眼里都藏着难堪，这跟两人被战庭深当众扇耳光有什么区别啊？本来是打算战庭深和梁雨柔的婚事定下，两家一同吃晚餐，这饭肯定是吃不下去了。梁父梁母随便扯了个理由，便带着梁雨柔和徐佩玲离开了老宅。战庭深，你太过分了。就是啊，三哥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没有看到徐奶奶和雨柔姐走的时候都快难过的哭了吗？还说什么有要娶的人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身边连个异性都没有？就连公司里所有能靠近你的人，清一色的全是男的，就这样你还敢说你有要娶的对象？
你就算找借口，你能不能走点心，找个靠谱点的？今天这事儿，不仅梁家丢尽了脸，他的脸也丢尽了，他都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梁母，还能不能愉快地一起去美容院。谁说我在找借口？真有了。嗯，谁？以后介绍你们认识。好好，你赶紧把那丫头带回来给爷爷见见。盛秀竹的脸都快抽烂了，可事到如今他又不能说什么，毕竟战庭生若真的找到喜欢的人也是一件喜事，但是在心理上吧，盛秀竹还是希望梁雨柔能当他的儿媳妇。哪家的千金啊？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什么以后以后的，你现在说有就把话说清楚，遮遮掩掩的是见不得光还是怎么的？太宝贝，不舍得这么早带出来。太宝贝，完全不相信这煽情的酸牙的话是出自战庭深之口。你这小子，以前爷爷觉得你怎么什么都随我，就是性子没随到我，现在看来你小子跟爷爷年轻时候一个样，一旦喜欢就认定了，宝贝的不行。像我，像我。您会喜欢他的。当初我看你奶奶也跟你一样，全天下的女人都没有你奶奶好，像你奶奶那么优秀的女人不可能不招人喜欢。盛秀竹都快气爆炸了，压根儿在客厅待不下去，一扭脸就噔噔噔上楼了，索性来个眼不见心不烦。这事儿闹的盛秀竹呕的晚饭都没有下楼吃，吃完晚饭战耀心情好，拉着战庭深去书房下棋。庭深，这里没有别人，你偷偷跟爷爷透露透露，那丫头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爷爷保证谁也不说，行不？爷爷，该您出了。战耀盯了眼棋局，随便出了一个，正要说话时，行。哼，不下了，没意思。嗯，那我回了。你给我站住。想他一把年纪了，儿子不争气，孙子都来气他，命好苦啊。你说你奶奶走了那么多年了，怎么就没带着我一起走？哎，他奶奶，你快带我一起走吧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是演的那出，没意思啊，真没意思。他奶奶，你快来吧，带我走。如果我老了也这样，那还真是挺可怜的。哎呦，哎呦，不是想知道他是谁吗？你肯告诉我了？爷爷，除了下棋写字，你有没有再培养过其他点的爱好？嗯，比如演戏。至于我要娶的人是谁，您早晚会知道，不必着急。我不过现在倒有件事要跟你说一声，思思的母亲尚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嗯。思思知道了吗？嗯，他们已经相认了。什么？那思思的妈妈？她应该不知道。思思的母亲过得如何？现在做什么？谢逸阳，你有意向吗？谢逸阳是陆正国的大舅子，而思思的母亲，现在是谢逸阳的妻。陆正国的大舅子？嗯，我调查过，谢逸阳很爱护他的妻子，他和前妻生的女儿也是思思的母亲为生母，谢逸阳的妹妹谢清苑对他这个嫂子很是尊敬。
若是这般，那他应是过得不错。谢逸阳是陆正国的大舅子，而思思的母亲又是谢逸阳的妻子，那赵年和思思岂不成了表哥表妹的关系？那怎么行？思思知道这件事吗？嗯，知道。那思思现在过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伤心？哭了吗？这，你说这叫个什么事儿？好好的小情侣变成了表哥表妹，思思怎么受得了这份打击？现在又是高考的关键时期，思思估计都没有心思复习了吧？不行，我得跟你回别墅去看看思思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庭深，思思和陆兆年从未交往过。他们有没有交往我会不知道？你忘了，思思在18岁生日宴上，思思亲自领着陆家那小子到我们面前亲口介绍这事儿了。那是思思在和我赌气。思思没事跟你赌什么气？想知道？想知道就坐过来，我慢慢告诉您原因。思思有喜欢的人，比思思大12岁，思思对他死心塌地，痴迷不已。那时思思还小，我不同意，思思就跟我赌气，说我因为年纪的问题歧视他爱慕的男人，所以故意找了他那个年纪相仿的陆兆年跟我挑衅。不过当晚我就教训了他一顿，他也承认了错误。实话实说，思思喜欢那个男人确实各方面都很优秀，无可挑剔，思思会对这样的男人着迷，我能理解。战药三观已经被刷新了，他没有想到聂相思真正喜欢的竟然是一个比他大一轮的老男人，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。思思现在对那个男人一往情深，至死不肯死心，我也犟不过他，所以就答应他，等他高考结束，就让他和那个男人在一起。开什么玩笑？你答应思思了？思思整天和我闹，我不答应不行。那也不能答应，一个比思思大12岁的老男人都跟你一样了，凭什么我们家思思在一起？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我觉得思思和那个男人是真爱。真爱个鬼！詹庭深，你脑子是不是秀逗了？那个男人比思思大12岁，都30了，思思才多大？18岁，18岁懂个啥？你身为思思的叔叔，你不想想办法拯救他也就算了，还答应让思思跟那么个的老男人在一起，你疯了？我就不能让思思跟你一块住吧？你连自己都没管好，还怎么管思思？我真是。我告诉你，战庭深，你同意了不算数，我是不会同意思思和那个老男人在一起的，除非我入土了，否则想都别想。爷爷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起来，现在立刻去别墅，我想找思思谈谈。快点儿！战药大手一挥，还踹了战庭深的小腿一脚。战庭深刚打开书房门，就见战锦文吓了一跳般的转了身。战药这会儿没有心思管战锦文，推了把战庭深。战庭深薄唇微抿，也没有说战锦文什么，跟着战药下了楼，朝堂屋外走。战锦文在二楼看着战庭深和战药走出堂屋，终于抑制不住的狂喜的在原地蹦跶着转圈圈。锦文，爸爸，你快恭喜我吧，我太高兴了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妈妈。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妈妈，现在我追求陆兆年，你肯定不会反对了。原来陆兆年和聂相思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，我刚刚在爷爷书房门口听到我三哥说了，
你也像似是跟我三哥赌气，所以找陆兆年配合他演的一出戏。实际上他们两个根本就没有交往。赌气？相思跟你三哥赌什么气啊？需要找陆兆年假扮他男朋友？这个我也听三哥说了。三哥说聂相思喜欢上了一个比他大12岁的老男人，聂相思对那个老男人着迷得不行，要死要活地跟我三哥闹呢。啊？相思喜欢一个比他大12岁的男人？就连战金也不由得侧目过来，表情惊讶。哼，是啊，我三哥说聂相思跟那个男人是真爱，非他不嫁。真是笑死人了，也不知道聂相思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，一个30岁的老男人有什么好的，这样跟我三哥闹也不嫌丢人。